我是哈密斯社群大家的总编辑张丽宝宝姐，我今天来到日本，当然不是啊，我们怎么会这么重本到日本直播呢？其实呢，大家看起来很像日本，对不对？哈，但我不在日本，我在一个也不在你们想象中的文青区，什么华山、中山都不是，哦，也不是在我们那个松烟，也不是，我在哪里呢？我跟你讲，我在这个区真的很特别哦。也是宝姐的这个，应该说宝姐是属于这个在地人啊。我常笑说我们这里是乡下啦，但是最近听说房价涨很高了。我来到了南港，而且我们南港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怎么讲，非常老旧的社区的一个巷弄哦。竟然可以找到一个像日本街道哦，那大家可以看到后面这个，哇，有没有觉得很特别呢？哈，外带店哦。这个也是我们7月期刊，我们爱市社宣漂亮家居7月期刊，2024年哦，就是我们的餐饮空间设计特辑哦，特别介绍外带店。为什么要介绍外带店呢？大家知道外带现在是个普遍的事情，可是外带店不是只有让你玩拿外带而已哦。我觉得外带店呢，同时呢，可以呢，当做一个外带店呢，可以当做一个打卡，然后我们可以跟外带店的那个老板互动的一个地方啊，哈。那今天因为我们是在巷弄直播，难免有机车哈，大家包容一下哈。那我今天呢要介绍这一位呢，你看哈，这个空间不是什么餐饮品牌搞的啦，是一家设计公司搞的。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好奇，设计公司为什么要 Hello，搞这个事情？姐，多人人道，多嗨，人人我道今天哦。就知道宝姐会来，就准备了自己最好吃的鸡蛋糕来招待一下宝姐。鸡蛋糕哦，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外带店是个鸡蛋糕是店。的。大家有没有觉得在这边买鸡蛋糕，在拍一张那个 IG 上，拍一张网红网照照上非常适 IG，合，对不对？绝对适合，绝对对，适合。设计的时候就是好，没错，就就是。是那种空间跟味道的感觉。对，大家有看，而且这个外带店，我今天外带店里面非常多人哦。对，然后外带店里面呢，还有很多布置非常的小巧哈。我觉得真的，这个不是只有适合拍完美照而已哦。你连在这边买那个鸡蛋糕，你就顿时觉得自己变得怎么讲，文青了起来。没错，没错。哦，鸡蛋糕这个行为立刻变得非常的优雅。是的，而且就在我们这个地区，就是相当的特对，以及那个南港，就是南港。我再强调一遍哦，就是我们南港。别。好。对，而且是南港在地人的，所以才敢批评我们南港。也没有啦，我常笑说南港是个乡下，是但我是们最近房价很高了哈。是是是。但是除了这个鸡蛋糕店，好像还有别的，对不那当然啦，先对？跑姐特地来，我怎么可能只陪看这一家？我们带你去看下一家。可是在这之前，我可不可以请我们外带店的那个漂亮的老板娘露一下？对，来。大家下次来的时候也可以找欢迎他哦。我们这里老板娘都具备就是明星脸，对，一定要明星脸的，对，真的一定要。我们接下来不都是明星对脸对对，吗？真就的，将一跟大家真做的个真介的。绍。他叫 Melody，Melody，对 Melody，对对对，有机会对，好，我们网红老板娘没错找没拍照错，好，一起吃东西。不止鸡蛋糕店吧，还有什么呢？那当然，带你去看下一个，好，我们去看下走走一个。吧。Hello，婷姐，是保险。介绍，他们是加对三是的。加二哦，然后三加二设计哈，如果大家三点有，应该他也应该是蛮多人肯定有哈。那一个是三加二的设计总监，就是我们的一成千一成，那这个其实是另外一家公司，也是同一家公司啊，就是叶兰朵设计的总监林嘉行点点，对，大家好，我是叶兰朵设计的总监林嘉行点点。哦，他们两家呢，说真的就是太太的先生，虽然各自有自己的工作，对，所以这个空间刚刚是鸡蛋糕店，那这里又是这里就是很快被宝姐一眼就看出了我们这个小吃。我今年第一次办身大块文化，我做了一本叫做所谓的读书风，这是所谓的绘本。我们希望说结合过去翻倍艺术，然后结合在这个南港。所以这南港的街区。关键是在巷弄里，我们搞的是策展活动，没哎，错，是个绘本，哎，是的。是哦，有必要这样子吗？我现在可以问问，为谁要做这件事？
当时我们就希望说，单单是一般的社区中心，希望说可以跟在地的所谓的社区跟居民更多的一些连接跟碰撞，然后透过艺术想做一个范围。哦，所以当时在设计这个空间的时候，是不是就影响到这些呢？别不要把它讲一下，因为设计主要是扁扁，所以我们来问一下扁扁，当时为什么想要设计那里面其实是我们办公厅，就是希望开这个一扇窗，希望让外有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窗帘，让它不仅仅是一扇窗，那它其实也可以让来消费的客人里的坐在这边休息，吃鸡蛋糕啊，或者是喝咖啡等等。那也可以边看我们去策划这个展览。所以你看啊，我在这边看过，这个我就远远设计来了，这个窗台本身就是一个办公室的小窗，然后还可以当厕所。然后呢，他做了这个，你看这个是活动啊，就是怎样，我们可以坐在这里。等一下，我们还会去旁边看咖啡，小咖啡外带咖啡的空间，在这里很优雅的、悠闲的。喝着咖啡，吃着鸡蛋糕，大家以为自己在什么世界？你以为在说你吗？我的好的朋友在很吵，赶赶赶赶赶，我要强调一下。可是老实说，我觉得如果这个，因为当然最近比较热啊，如果是秋天的话，我觉得蛮适合的。对，我们自己就是在天气舒爽的时候，也很想坐在窗边享受下。对呀、啊，坐在这里好舒服哦，而且老实说，这边还有厕所。好，我是蛮佩服他们俩。其实，因为你知道吗？要找个策展，大家想象都那么简单哦。但是他你们两个真的在做一个闲事吗？我很好奇，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因为其实我们自己身为二宝爸嘛，就也希望就是让小朋友有更多元的环境。那除此之外，也希望是让自己的生活有更美好、更舒适的状态。其实，因为我并觉得这个很对，后会有。然后祝大家欢迎大家哦。居民哦，哈，如果其他人来到这边的时候，哈，我觉得可以来这边哈，可以一方面吃好这个鸡蛋糕，喝好喝的咖啡，然后我们还可以来做看一些策展啊，然后带小朋友们互动。我想坐在这边跟你吃，那除了这个策展空间以外，我们有什么的？我们再往下。那当然了，我只有这两样是让保险人住会保定呢。带大家去看下个地方，好，那我们也可以个上去吗？我这边保持的不干净，有没有感受到不一样？哇！哎呀，我真的觉得一个巷弄里可以处处坐起来，然后还可以这样喝咖啡。哎，这个是咖啡，这算是什么？这是咖外带咖啡，对不对，对？本对。上都是结合外来式的。对，哦。然后这边的形式跟刚刚保险刚刚说的地方是一样的。所以其实，哎，这里我也要问一下扁扁了。哎，你想哦，从刚刚的鸡蛋糕店到去刚刚的这个算是窗台，然后兼策展区，到这个咖啡馆，设计上应该有很多不同。对，因为我们的咖啡店主要是否外带使用，但又希望这个吧台是可以让顾客坐在这边近距离跟咖啡师的互动跟交流。所以这边窗台我们设定的是深度40公分的一个小台，那可以舒适的在这边享受咖啡，那又可以跟咖啡师有可以近距离的沟通交流。而且呢，听说你们都挑过，对不对？刚刚我们已经看到我们鸡蛋糕老板的这个漂亮，鸡蛋糕又好吃。那现在我们找了这个咖啡的外带咖啡，波隆是不是？对，勾肉波隆，勾肉，对不对？对的。哎，我都是南港金城，我好姐妹哦，年纪比较大，所以叫金城。他应该是陈柏霖，网络上谣传是那个昆阳的陈陈柏柏霖，霖。啊，对对对，都是帅哥，所以，没错没错。本着在地上翻滚打滚，然后发现就是他中文是咖啡，对的，咖啡，咖对啡的，是那个咖啡，对。意思是说，让我们在南港的这个上班的这个一些人哈，因为其实我们这边附近昆阳在这边非常多，哎，其实我们来说，我们好像是为国的，然后我们公司就是本来来的，哦，那其实在这边呢，其实就是有点像，哎，偶尔啊出来有没有喘口气呀、啊，耍一下背呀、啊，喝一下咖啡呀、比较悠闲啊，哦。的感觉。
比较悠闲的感觉，而且咖啡真的很好喝哦，哈、哦，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听说你们都是挑货，对，其实就是误打误撞，因为这些其实都是我日常喜欢吃喝的，那就刚好聊完不记得，那就做颜值担当这样。哦，对对对，我跟你讲，要成为网红店，除了那个一定要往那个老板要往，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是年轻人耶，真的，大家都觉得一定很惊讶哈、哦。我再强调一下，很多人还没听懂，我们在南港哦，我们在南港，我们不是在松烟，不是在华山，也不在中山哈、哦。如果就这三个地方都不稀奇，就是因为在南港不稀奇。当时我们来这个地方也是帮这个社区开拓了一个新的观光景点。对呀、啊，应该在地人都觉得很奇特吧？对，连我这个在地人，连我们的行销也是在地人，他都觉得很奇特哦，整个南港会。对啊，除了这个，应该还有别的吧？当然了，好，我再看这一条小巷弄里面就发生了三个很重要的特色。待会再看我们的三角窗的另外一边，也有洞天。所以才一个小立面就有三个空间当哎、然了，欸，哦，一个小立面就三个空间哎、欸，是的。这应该是老实说，我觉得四季风力是蛮大的哦，一个小立面就容纳了三个空间。因为现在流行小，所以大效应，对不对？哦，小明星大效应，所以点点在空间运用上真的也是很厉害。你说这个整个是空间多少？25平，25平空间哦。大家现在只够看到我一片立面，就三个空间了。我们接下来要看哪里？其实我带你去看另哦，外一个，我们看另外一个，对，看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我觉得到了是。好吧？很厉变害，吗？那我看过，这也是另外一种设计的形式跟展现的风格。可以点点。那我就要问点点了，请问到底我今天要老师的评价多少？因为当初这个投影院希望让它有一点，让顾客在这边点餐的时候可以闻到那非常香的香气，然后也可以看到老板在做投影啊。那我们当初就希望让它看起来是像是小香味的感觉。对对，就是我们在讲空间，其实某个程度是一个必须要有一点表演性哦，可能要有那个气氛表演，然后又有香味，哎，自然而然很多人就会想要来那个尝试哦，就想要来注意哈、哦，而且这个老板又走出来，对，他生意很好。他生意很好，哎，肯定很好吃哦，我刚才吃过，我就说，而且年纪比较大，比较少吃，但是。我是说，好吃，非常好吃哦！大家如果有来昆阳站的话，我觉得欢迎来这边走一走哦。所以这个25平的老公寓的，然后有三角窗位，已经有了，然后一个高铁，然后展览空间，然后咖啡厅，福利厅，哇！当然，接下来就做办公室哦。对，我们现在。在往共同事就是办公室，这个就是办公室，对不那我们主要是从我特别喜欢这个窗，是的，它大这个窗哎，这个窗有没有像那个日本的，很多日本的窗户都是这样的哈，窗户，是，对，哎，其实就是说自己来我觉得，蛮舒服，蛮舒服的，不然也蛮常使用这样的。哦，我觉得这个元素很棒啊，这个我们很多吃过，都多了，大家都在，基本上都看的都是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而且跟宝姐分享一个好，就是上次我们在这边的时候，有一个居民，他说以前常常经过这边，对这小区说明，他那天特别停下脚来逛，说了说，他来到这边看到我，他觉得很像在日本街道的感觉，让他有怀念的那种情境在里面，然后顿时我觉得做这件事情跟社区结合，有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它可以改变了大家的相貌，对，就大家可以看到那个上面的那个冲头板哦，其实真的让空间那个我们摄影镜头可以往上看一下，其实它其实还是有做公寓。那你看现在这个整个一楼就完全改变了这个相貌面貌了。是的，那我那么进去先呢？再找进来看看，看多少。对，然后我觉得室内25平，其实办公室。其实因为加了等于是四个
四个个，我认外为带是。空间的了哈。对，所以呢，其实室内空间很有限哦。哇，那个机台是怎么样？那个机台是你还哦。是核实的武器，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在空间里面蛮多，就是收集的公仔，对，还有一些是有你趣们的是东吧？西。对对对，核实机密，当然，因为我很希望说创作就希望保持一个中心，就是创意力就是尽量去发挥这样。哦，我就是想说，我现在最近呢，参观了很多年轻设计师的办公室的话，都是这种公仔，就是我想，这个新时代的一个新潮的一个算艺术嘛，也算玩具吧，就哦。是工作室跟生活环境，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嗯就尽嗯，量让不管是我们或者同事在这环境当中，是相当的舒服惬意的。哎，不过从收藏品看出，也是有一点气质。是的，是的，是的，老姐一眼就看出来，没错。是比我年轻大不少，强很，强很壮观的哦，好强哦！对，这一面就是我们创业十几年来的心背景。那今年我们哦，布里斯兰在奖项，哎，真的非常多奖项哦。然后布里斯兰也开好，你刚刚讲说今年拿的是车哦，等一下，我可以好好问一下，为什么一家公司又搞品牌，又搞中间，又搞市场？现在看办公室嘛，这个办公室其实扣掉四个店，它的这个外带空间位置，其实室内已经很有限了。所以室内怎么样去规划？你几乎是每寸土地都用上。对，我们等于是把这个空间淋漓尽致的运用。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环境主要是我们的同事的办公室，那同事可以跟大家招手一下的。哦，同事很优秀，我就知道他们家的那个，这个算是你们家的这个对，老板吗？电工，对对对，我电工，他这边有兼职对的，对对。好，是，这个很有趣哦。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他是很兴奋的哦。对，啊，所以这个空间里面有资材室、有对，茶水间，茶水间啊，跟有会厕议室所、的，会议室，然后还有哇，这整面书架是非常的有趣没有主要是先生的展示。哦。对，哦，先生的玩具区，我主对，要这我样。对我都说他可能是就是童年没有受到满足，现在要尽情的满足他，收藏。对，真的，我觉得其实是很多设计这种年轻时代的设计公司哦，虽然，不好意思问，其实需要几岁？你有30几吧？哎，老姐都会讲话，对，我已经破了四字头了，哎呦，果然，我就刚讲看公仔就知道了，你是，是，没哦，错，那一份那一份，好，那我们会再往前然是后看一的，下没哈，错，刚才去好，了，做一看起。区，对，哇。哎，这话题真的很有趣，我一直很喜欢哦。我一直觉得在住宅，有一个这样的空间啊，很喜欢。你业主应该很喜欢这种状态。对，其实他们来开会就看我们的环境，就觉得哇，可以在这边上班，根本不想来上班，太舒服了。太舒服了哈，而且窗台这个很明显，你知道吗？坐在窗台，然后而且你会用手哦，哦，那种感觉真的很像加上这个东西。但是我也很好奇是。哎，你们其实本来是各自一家设计公司，对吧？是。好，这个要不要来？这个医生要不要来讲一下？因为我们其实当初有跟我太太依兰姐这边，主要是做室内设计。我三家其实早期是从产品来开始。那因为随着，因为我们开业其实比较时间，其实服务客人是蛮多的，所以我们逐渐从前期的品牌到包装，然后甚至到后来，因为其实业主有蛮多的需求，希望说，既然我们帮他做了整个品牌的所谓的 branding，那也希望说整体的企业形象、他的办公室，甚至他的商场，就希望能够。所以我们就结合自身的，从室内技能提升到商业的空间。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整合更多的资源跟运用这样子。我程度也是一条龙，是。是不是？哦，从那个品牌的服务包装，本来只是做品牌，你可能就是 CI 包装是之类的，是是。是然后业主就觉得说，那除了这个外，我店面也要统筹，所以就找了太太一起。哦，所以他们其实本来是各自开公司，哦，可是后来发现呢，随着这个时代的演化，哦，是，从以前一开始可能很多业主只是找他做包装设计。
是找他做空间。后来发现，哎，包装设计、CI 设计、品牌设计以外，应该连空间也做，所以就到这里来，对不对？然后做完空间，整合完空间，又觉得说现在的销售方式，其实我们在前几期的我们的季刊有讨论，就是现在很喜欢讨论就是策展型的商业模式了哈。所以商业活动，所以你们就涉及了策展，对，哦，所以哦，我跟你讲，我觉得三加二其实是一家很特别公司，它等于是把商业空间从前端的品牌，还有 CI 的包装设计，到空间，到后面的活动策展，一起整合，整合起来其实哈。也算是行销的一环，对，它等于是从原来的这个品牌行销，一直到活动行销，行销，错。对。所以一开始你们为什么选择？我一定要看一下这个空间，我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哈。其实这个哈，真的是一个很老旧的，对对哈。当时为什么想要？其实当时应该是为了搬办公室，对，因为其实我们原先是在永站那边，那我到当初选择这个空间，其实我们第一眼在找办公室，看到这个三十床，那它是一个50年的老屋，其实原先的屋况没有到，就因为毕竟我想弄，其实又比较大，整个感觉就比较阴暗。但因为我们其实身为设计人，其实到了一个空间，就会开始想象说，哎，这里或许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所以在陆续看了几间店面之后，我们最后还是锁定了第一眼就看中那个南港三角区，因此在这边就是过渡下。哦，所以这就是选择南港的原因。因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也问过他们说，哎，为什么选南港？哦，因为其实老实说，这样的这个是很文青的感觉，很市井感。如果你真的，如果不是你是不是进到你在台湾，其实你走到这个巷口，你真的不刹那间会有点走在这个日本的那个巷弄那个感觉哦。对，那我当时其实也问过他们为什么选南港哦，因为南港呢，其实毕竟不像松烟啊，或者是像华山啊，或者像中山区哦，有这么这个商业活动，或者是比较年轻人多的地方哦。那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是因为办公室，对不对哈？现在办公室，所以一开始在这个办公室，你们就已经看到这个空间，就已经开始想象未来要长这样。因为其实我们以前的办公室，就很多路人会经过，然后打开门说："哎，你们这边是卖花还是卖玩具还是咖啡店？"所以其实从在之前就已经有一点萌芽，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不只是一间办公室，还能多做一些什么？"然后以及我们其实很常会有跟客户开会的需求，那这开会常常一开下来就是5、6个小时之类，就会开到肚子饿，然后就是客户也会哀哀叫，然后就会需要就是叫一些吃的好吃的来让开会更顺利一点。那所以我们当时就决定说，哎，那我们就找几间我们喜欢的餐饮来一起加入，那就等于是自己的。哦，所以原来其实，在看到这个项目，这个应该是说它叫它嘛，三角形的位置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有蛮多想象。其实我们刚看那个屋况，其实它是非常的，就是一般的传统公寓，其实就是非传统公寓哈、哦。那其实我觉得也是蛮厉害的哈、哦。我觉得这就是设计师哈、哦、很厉害的地方。以前呢，我常常读者都问我说，哎，那个总编辑那个老屋啊，看起来这么破旧。其实我觉得所有设计师哦，一旦看到一个空间呢，他心里所想跟我们想的都是两回事。你们看到的是这个房子的潜力，哦，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哎，刚好三角窗，其实蛮适合做一些活动。加上你们因为业务需求，因为常常有客户啊在开会开一开，肚子很饿，这些公司哦，每次开会都开很久，然后就会觉得说，哎，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些餐饮啊，下午喝茶。下午茶之类的，所以呢，哎。刚好结合哦，刚好结合，然后找的都是你们自己喜欢吃的食物。对，我自己个人非常爱吃甜点，然后我先生是爱喝咖啡。哦，所以就结合在一起，是不是？哎，可是当时在做这个空间，你们去跟这些餐饮品牌提出，应该说这些餐饮，应该这些现在虽然还不算品牌，但是跟这些这些应该算怎么讲？应该算是业主吧，他们应该说是店主好。要求他跟他们讲说要来进入这个区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想这件事情？对，因为其实我们当初找他们这个空间，完全是呈现一个
就刚照片看到，就是毫不吸引这个带，所以其实他们会愿意信任我们，进而跟我们加入连接。我觉得这中间是很讲究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其实中间对谈过非常多店家，他们会对我们产生怀疑，或者是想说，哎，这样子这边做得起来吗？对，或者是之后会怎么样？他们其实根本没有办法想象，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这几间店愿意信任加入我们，一起到这个社区。你是说这几个品牌应该是过去就熟悉的？其实没有哎，没有。对，其实真的是因为来到这个国才家，看有懂，这个想法有一份才开始自己的事。哦，是他们那也觉得很稀奇吧？对。哦，那我就想听一下，Eden 除了自肥，因为大家需要就是马拉松的需求，需要山以外，你是不是也希望说有点像是一个品牌一个串联，自己的想象是不是？我蛮好奇，对。其实就如同刚刚您讲的，就是当然自肥是一个很重要。然后第二个，我们希望说，跟这整个社区的共生，就是我们当初来这个地方，就是看上去重要。因为当然，就像我刚刚讲，这个地方是所谓的沙漠，那我希望说现在是进怎去之后，对，让大家对这个地方，因为其实最近这边的建设其实慢慢蓬勃发展，对，只是说台湾其实蛮多一些巷弄内。所以说一定要在大，像那边其实蛮多的风景，跟它的人情，跟它的整体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它具备这个潜力。那既然有这样的条件跟环境，就是希望说在规划这个空间的时候更接地气的，就是说你不要太独立自主，你怎么工作，你跟在地有建多一点的融合。那当然，刚提到专家的意见，就我们刚刚在讨论的时候，他会信任，希望说。做事的空间也让大家可以在这边，因为毕竟说共好，也就是希望说不要说自己好，希望说大家一起在这边，就是说整体的风格啊、设计上面，我们在规划这就并发那之类，这就可以达到这社区协调性。其实我觉得这蛮难得的哈。其实事实上，我们都常在讨论哦。我常觉得商业空间跟住宅最大不同就是，商业空间哦，其实对城市的影响，就是对一个区域的影响比较大，因为它外立面比较清楚，比较怎么样，通常商店的外立面是蛮重要的哦。所以其实借由这个外带店，其实他们也在改变这个区域。其实我身为南港人是蛮开心的哦，因为南港有这种区域真的太难得了哦。而且其实，在台北市，我们讲巷弄文化，巷弄文化，其实它也创造了另外一个文化系统。对，那我比较好奇是，你们后来进来之后，跟这个巷弄的社区，你们自己觉得，你搬来有多久？1年多。对，你们觉得呢？那个互动性更强？其实我们自己实地生活了1年多，就是非常觉得，然后连假日不用上班的时候，都会带着小朋友来。然后就可能小朋友在巷弄奔跑啊，然后跟居民看门外跟居民买那种，有些可能根本是就跟他们认识，但是他可能就也带着小朋友来买蛋糕或奶茶，就会这样就聊起来，然后就会觉得哎，好像在南部生活那种感觉。在南部，其实我们是在乡下，没有错。对，我跟你讲，南港真的是没有这样讲，我可能会被人家给上。我以前常笑说。因为我们公司最近搬到南港，我很多人说我们搬到乡下哦，真的，你知道吗？就是市政府在过后都是乡下，对。但其实这一个正在新兴发展的区域，然后我想觉得这个区域很好，而且我真的觉得可以创造跟这个社区的一个互动，哎，这我是蛮感受，而且你还搞这个，这难得这样我也可以稍微跟各位就是分享一下，其实我们当初第一次，因为之前就在萌芽这件事情，想说这样本身是设计公司，就是我想可以更多元、更开放、更去接下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跟大块文化在团队，就是我觉得他们也蛮感谢他们愿意，就是说哎喜欢这个空间，因为毕竟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会本在，其实台湾蛮多地方大家可以跟我讲去，然后我们跟他。说把艺术这件事情，就说不见得大家一定要到下面的馆啊，或者到伊朗，那这我们希望创造一些，就是大家平常在巷弄之间，你以前很熟悉逛的就是什么百货公司啊，比较商业性质，希望说哎，让大家弯个转角进来，其实就可以看到艺术，就是实在性。希望说
把这样的一个概念，希望可以做更多店家穿越的。所以，我们今年除了我们自己想用这个活动之外，在前面的我们也会列入找10家店，饺子家找了店，10家店，就是店家也是蛮惊讶，哦，就觉得说，哎，怎么在我们这地方，大家其实都是各自做各自的事情，其实大家做生意就是比较早期。对，那通过我们这活动听完之后，就觉得哎，还蛮有兴趣的。然后第一次在一个地方吃饭，然后他们就觉得哎，当然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所以基本上也来的。这边参观的民众就是不妨到我们前面店家去绕一绕，他们就会贴我们的一些输出的海报，跟我们中创的一些的活动。我觉得透过这样第一次办展活动，就是不只是我们唯一一个基点，甚至促进大家都可以串共享这个所谓的艺术，就是我们希望说，就是让大家随时是这样，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接触到这样的文化跟艺术，没错。哎，我真的有时候觉得年轻设计师哦，真的，老实说，虽然大四十啊，但是年轻哦，但我真的觉得这个有这个想法真的很好，因为它串联整个这个商家，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慢慢去改变这个区域的哈。对，而且人家说你知道吗？说 NVIDIA 也是要来这边的哦，附近的哦哈，所以未来这边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样貌哈。那我想有一个设计公司跟一个品牌公司进来，然后带动街头的一个文化性，我觉得是蛮好的哈、哦。相信台湾的巷弄文化会越来越好。那当然啦，如果有观众有问题要提问的话，可以在聊天室啊，还有 Facebook 底下的留言提问哦。等一下会有 Q&A 的互动时间。其实我今天来这个3+2这个办公室哈、哦，连同这个外带店哈、哦，其实我也觉得我一直想要讨论一件事，就是说设计公司其实。哦，当然，我觉得设计公司本身的办公室是一个办公场。那很多设计师都会想说啊，我要把办公场域啊弄得这个很酷很炫。但我觉得其实你的办公室同时代表怎么讲，它也是你行销的一个部分哦。它可能就是要它有些功能性，就是要去很清楚明白这个这个办公室我进来之后这家公司的定位。所以你看你们这样的设计啊，哦，包含着。这4家外，应该是3家外带店哦，加上我们现在做这个区域是，其实就会让他知道说，哎，这家公司不是只是专门做室内设计啊、哦，应该是连商业空间这个意图是蛮明显的。对，其实我们整个核心是很简单，就是想要让生活更美好，这是我主要的大事。对，然后他们借由跟外带店的一个衔接，其实也在说什么店应该蛮。让人家一看就知道你的品牌定位在哪，觉得这个是我一直在设计公司，就是说，当你们在做办公室自己办公室设计的时候，可能你不能只想说，哎呀，我要玩最炫的材质，你可能要回头想想公司的定位是什么哦，然后结合你的定位，那甚至把你常常在装修上遇到的问题哦，跟空间结合，其实你借由这些空间的一些设计方法，其实你也可以去解释很多事情。哦，就是你觉得必须要提醒大家啊，那这也是我觉得办公室设计比较好玩的一个方法哦。那25平能够做成这样，我是不是觉得也是蛮不简单的？好，所以其实很欢迎大家来哦。他在昆阳站的，你们下捷运站啦，直接走进来就是了，1号出口哦，那个邮局走进来巷弄，马上就可以看到哈、哦。那我也很好奇说，哎，你有没有也看到这个？的形式之后，我不跟你讲说我也要开外飞。有，其实还蛮多的、但是来这边喝咖啡或吃点心，就会问这个空间，可能都触发了他想要去其他的想法。像之前又来找我，他只喜欢开咖啡店，因为他就觉得他就喜欢这样的。大家都问，就是我问他的小帅哥，对，就问一下，哎，你这家店那么特别，然后怎么？主持人啊，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在聊聊天，说就是非常轻松，其实就是一种对话，然后人跟人之间是靠这样子聊出情感出来，所以他也会延伸他的一个梦想。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有一点算孵化的东西，是我们没有的，就是让大家有一种梦想，可以在这个地方，有时候就是可以被打开，我觉得蛮重要的。其实我们也是在尝试这个事情，就是说去尝试新的模式，因为毕竟我们开业已经14年的时间。我们搬过3、4家，其实3个家对我们来讲就是意义非凡。它在我们生命、在创业历程当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然后，自从昆阳这个地方，我觉得是结合更多的
一些元素啊，比方说不止自己，他甚至也可以共同带给别人他的一个梦想去前进，这是我们想做更期盼的事情。对，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而且你知道这两年啊，像我们这一次哈、啊，7月季刊我们是讲餐饮空间设计特辑嘛，哈、啊，那餐饮空间设计特辑，其实我一直觉得现在餐饮空间自从疫情过后哈、啊，它已经从那个海啸第一排变成海景第一排，因为生意最好，就是证明了我们人是需要社交的，啊，我们需要群聚，其实我们就是一个群聚的动物，就算网络再发达，我们都还是个群聚的，啊、所以其实餐饮空间这几年复苏的非常。好、哦，那也因为疫情的关系，让外带也成为一个常态性。好、哦，所以其实现在设计餐饮空间在设计的时候，可能场景没有蛮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今天去这个地方吃饭，除了吃好吃的东西，我还可以让我一秒到你想去的地方，像我这边来这边一秒到日本，对不对？哈、哦，场景是蛮重要，所以我觉得场景性的餐饮空间设计，其实大概是未来整个餐饮空间的一个蛮重要的趋势，哈、哦。那场景式就有很多，包含要文化性，像你们这个就是有点文化性嘛，哦，然后还有就是有的是很科技，现在很多人搞很多科技啊，什么光雕啊、流体啊，哈、哦，那有一种就是比较艺术性的哈、哦，我觉得可能要从不同的概念面向去切入场景式，然后让餐饮空间不只是食物吃，而是我们人在这个短暂的这个用餐期间，可以去移转很多事情。那现在外带店这样，外带店我觉得现在大概也成为餐饮空间在设计时候你必须要注意到的立面，对不对？立面的一部分哦，对，是不是这样？因为其实，在疫情前，民众对于外带的限制嘛，他们可能觉得，哎，我效率没有，但是因为疫情关系，现在对于外带接受度越来越高，那所以我们如何在这个小小的呈现外带的特质，就会是比较重点的事情。对，真的，我觉得这次呢，在三加二的空间，我觉得我看到了两件事，除了他们自肥以外，哈哈哈，自肥就是叫东西真的很方便，只要叫一下马上进来了哈、哦。那同时，其实这个空间也可以说明这个公司的定位，我觉得蛮重要。那我觉得它也不是自肥，它也帮助了这个区域的发展，然后可以串联蛮多事哈、哦。我觉得这是现在年轻设计公司真的可以做的事情，我觉得还蛮感动的。那 我不知道。大家在听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想法啊？其实有些想法的话，大家可以出来跟我们互动哦。现在有设计师想要问，刚刚大家有提到，其实公司超过10年的运营了嘛？那接下来你的办公室跟餐饮店合在一起，有没有下一步的计划？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们的营运策略啊，或是接下来5年的规划。来，接下来5年规划。其实这个街边艺廊的这一个品牌，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场想。那其实它是非盈利啦，那就是我们希望让设计公司带给这个区域，或者带给来这边的，或甚至是我们自己的家人，找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那这除了是我们主业以外想要做的事之外，我们就还有进行本业就。继续进行这样子。那接下来5年计划呢？接下来5年计划就是让公司有个这样的一个更稳定更好。不过我觉得三加二真是一家蛮特别的公司，因为它是把品牌、跟设空间设计，然后策展是连接在一起的公司。我也觉得这是可能是未来设计公司可以去思考的策略。其实现在也要求的是。一条龙的服务，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个设计公司，或是在跟一个对口单位，都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规划，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对，这也是我觉得未来这一生，我倒觉得刚刚说问那个设计师，你可以好好思考一个问题啊。那这也我常鼓励说，必须讲在做设计公司的自己的办公室设计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你怎么把你自己。公司的定位跟你的设计人结合在一起啊，这是我提醒所有设计师的哦，不要只想着说，哎，我要弄很酷很炫。如果很酷很炫不是你的品牌定位的话，我觉得就是烟花嘛，就是烟火，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比较简单的事。对，这个是蛮好。还有问题，你们到随时都可以提问哦，其实宝姐最近参观了非常多的。
办公室，然后这个应该算是是这种家吗？就是我们现在的公司啊，第7家哦，对，我们好多家办公室，对耶，最近都在看办公室，接下来还有什么多家办公室哦，要看一下，对，哦，有人问可不可以针对刚刚的那个衣食住行的去计划再多说一点，那甚至有没有考虑以后会跨出去南港，跟其他区域做什么？哦，对，跨出去南港这一点，其实我们有一直在想，因为其实我们身边很多都是，比如说艺术圈，或者是潮流圈，或者是餐饮界的朋友，那所以其实一直就有在想说，哎，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有趣的串联活动？那目前第一档是我们只在我们的昆阳南港这边先做一个启发，那未来可能性当然让整个台北到处对过山过点的状态。对，当然是更好。所以呢，简单来说，也欢迎各位设计师来串联合作吗？是这个意思吗？哦，对。我觉得可以呢，我觉得我还蛮鼓励的。我觉得设计公司如果，哎，甚至以后我们来做一个这个 open house，open house 本来就在做啦，那现在做一个有这样类型的这个设计公司串联起来做一个地图，对，是吧？是不是哦？这也是我们就是这一次办完展之后。在想的事情。那我们可以先从南港松，南港，哎，南港最近松山嘛，哈，对，我们可以从板南线开始。欢迎板南线，欢迎板南线那个设计公司洽询，有没有？兴趣的店家，哎，都开放大家来想一个。对，我觉得很棒啊！而且其实大家都不认为说他做这个策展是不是像整治和风这次的这个绘本啊？其实我必须讲，设计公司不只要画很多心思啊，因为还要洽谈，然后又不是就是个纯工，没有说也没有收费，是干嘛的，完全非盈利哦。对，他可以做这样，我觉得是不容易的。我也很鼓励设计公司多走出去自己的办公室，跟这个社区做串联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问题呢？有设计师看到医生一直拿到 before after 的改造，可不可以针对这个老屋改造当初碰到的问题再多说一些？来，再扁扁来说了哈，扁扁，中间再扁扁了，对。老屋改造其实也是我们的强项，因为其实老屋一定会遇到问题，第一个就是邻居，邻居，对，因为其实在台北的老屋都非常寸土寸金，那装潢又是一个比较辛苦的工程，因为会吵到邻居，或者是味道会很重，或者是很多闲杂设施，所以第一个会遇到问题就是邻居。那如何敦亲睦邻？在装修之前呢，要先左右邻居先拜访，说我们可能会进行什么样的项目，未来会变成什么样的，就是让左右邻居有一个心理准备，他们也会比较安心。那所以这算是一个幕后小故事。就其实我们在来装修的时候，邻居每天都会来监工。那有监工，那个时候老屋装潢都遇到很多错的，然后而且对我们是比较充满，比较没有那么友善。但其实在我们装修完，然后入住进来，做了这么多事情之后，其实我们现在跟左右邻居都是非常的相处。对，其实真的是老屋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尊亲睦邻。那你自己当时在这个老屋，你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尤其像你要做这个外带店啊，在设计上是有特别的什么？外带店的话，其实最重要就是让过的民众可以很清楚看得出来说，一眼就被这里吸引。可能他看不出来这里在干嘛，但是他觉得说，这里好像有什么。的那个视觉设计是我觉得的重，他不一定要一眼就看得出来是什么店，但会让他想要付。这也是我觉得设计公司，我觉得设计师可以做的，一眼就要先注意到，然后邻居就会想走进来。我们也蛮多邻居因此而就是来请我们做改造。你看这个可以带你的，我们看到这个雨遮这些都是你像我重现新在在做的做，地现在我们做的地方，方，对，大家可以看以前到就吗？是就一个是。前就是一个铁门，地方。所以你们那时候怎么样让这个空间立面做这个改变？除了这个每一个外在店的这个，因为依照不同的作业需求，一些窗台的设计，应该是说吧台的设计，好像上方包含天的，应该是说比较偏
上面跟上下的连接，你好像是用窗口摆过来。对，用窗口摆，因为我们希望说，虽然我们融入这个区域，想要让它环境更舒适、更漂亮，但是也不希望太突兀。所以要如何融入在这个区域，但是让它是更适宜的环境。所以当初我们其实想很多形式的，最后是先用窗口摆跟中空板，就是我们在另上盖的部分是用中空板，那就希望让它阳光可以穿透，让它视觉感是比较清晰的。那灯光的部分也是可以形成一种朦胧的视觉效果。哦，我看起来绿植也蛮重要的哈。对，在我们的设计中，植物这件事占了一个蛮大的一个分量。我们会希望是，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就是很喜欢种植，我先生非常的绿手收集。对，然后所以就希望说，可以让植栽也是成为软装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就是说，其实你看，透过一个这样的一个设计公司的改造，它真的是改变了这个街巷弄的这个街景，其实蛮多人。这边最近是网红店，你知道吗？很多人是特别跑来这边来拍照，是 IG 打卡这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所以其实透过外面，而且你们刚刚其实因为这是办公室啦，其实我们也没办法说用非常昂贵的材质哈，所以用中空板，然后加上灯光滤镜，其实就改变了整个立面的哈。这个也是我一直觉得设计最好的，这也是蛮多很多现在很多设计公司选择老区的话，其实都可以去改变这个项目的一些样貌，非常好。那还有问题呢？好，那接下来呢，宝姐当然也要介绍一下我们的工商服务了哈。那其实我们今天呢，很高兴听到 Eason 跟妍妍呢，在蓝屋的改造上哈，包含公司的经营策略上哈，还有包含他对这个社区从原本的只是办公室的改造，拓展到结合自己的商业的一个品牌定位就是外带店还有一些餐饮品牌，到后面。到扩散到整个社区我觉得今天从这个老，不论是从老改造，或者是设计公司的品牌定位、经营策略，我们其实都听到非常很多有趣的想法尤其现在设计公司，老实说，品牌非常的竞争，因为太多的因素。其实有时候真的多用一点心，在你自己的办公室跟整个空间的串联，其实会让你品牌跳出来。那他们又更是。应该说它更扩散，它是扩散到整个社区，其实也会让这个社区的民众自然关注到这个3+2这家公司所以应该也接了不少投资的案子还有商业空间来询问这是蛮重要，所以我想今天大家可以从这里面学习到很多那其实这也是我们网站回馈给订阅会员的一个福利就是说我们非常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们 IC 社圈那。这是我们也推荐这个三个直播的一个美食包含我们的应该是圣诞糕、公鸡蛋糕菠萝咖啡废人咖啡人，当然我会被来这边当废人，还有大力士的可丽饼大力士可丽，宝姐刚刚吃过了，所以可丽饼绝对很好吃，大家朋友可以来吃，我举手对然后咖啡也非常好喝哦，还可以跟陈柏霖聊天。还可以拍照。还可以拍照然后那个圣咖啡也是非常棒我觉得那个每次我们，你知道，宝姐每次我必须讲说，我们每一次直播真的动用的人力跟动用的资源是非常多，这也是希望我们回馈给我们 IC 社圈非常家庭的会员所以非常鼓励大家订阅我们的会员，然后我们在我们的网站中未来我们其实最近持续在增加很多东西包含一些人物，包含一些。疫情的介绍、新的案子、新的工法，那也欢迎大家订阅。那也是因为希望给我们的会员有更多的一些福利，更多的一些被设计的想象，所以我们才是每一个月都动用这样的人力来做直播那其实这同事每次来开启一次就带鸡蛋糕回来吃，因为我已经吃了好多次鸡蛋糕，我应该吃了2、3次了吧对，那最后呢，我们其实也要推荐我们一个新的课程那宝姐最近开了一个新课程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8月24、25号我们有个设计专案管理的应用我特别邀请到我们中文世界，也就是 Notion
啊，中文世界的雷蒙哈，雷蒙三十就是雷蒙哈，他非常他等于是在Notion 的中文世界，他算是第一达人哦。那其实宝姐去年呢，就观察到说 Notion 对室内设计公司的一个应该说管理上的应用，这几年其实蛮多设计公司在问，所以宝姐到底我们要不要ERP 啊，我们要不要自己去开发 ERP？其实开发 ERP 的成本非常高，那设计公司都太少哦。那还有个问题是因为设计公司当你还小的时候，其实都还在成长中。那 ERP 不论是你现在是要开发成本很高了哈，多半到公司的规模才是跑步。可是如果说你买现成的 ERP，你还是会有问题，因为每一家的流程或是你的课程不一，所以如果反而容易被绑住。所以如果说，可是我们还是需要管理怎么办呢？宝姐呢那时候就探访很多数位工具，因为我觉得现在AI 数位工具真的太多了。那其实我采访了很多，问了很多有关工程管理的达人啊，或者是一些专案管理的达人之后，他们一致推荐了 Notion。那他们也跟我讲说，Notion 其实是非常适合设计公司做管理用的。那去年其实我就已经找了就是我们的雷蒙来教我们 Notion，那回响也非常好哈。很多设计公司都想说，到底我要怎么运用？所以今年呢，我们也应很多设计公司的要求在开这堂课，就是 Notion AI 这堂课，8月24跟25，我们这次上课2个半天，然后前面会让大家有一些连接，先了解 Notion。那所以即便你不会 Notion 的，都可以先了解，然后再来因为雷蒙刚好他自己装修过，所以呢，其实他会告诉大家怎么样用 Notion 这个软体就应该说这个数位工具可以做到四方协作，哪四方呢？设计方。还有工程方，还有就是业主方，还有一个就是设备方，因为还有材料嘛，工班等等的四方协作，让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专案管理。推荐给大家哦，好哦。那报名及跟店家的资讯，我们都会在下方的聊天室欢迎大家报名跟点阅哦。那大家拜拜喽，我们下次直播见喽，拜拜。